关注的，这个地方也给小谷点点关注啊，这个地方给小谷点点个点个点了关注以后，抢的几率，抢得到的几率它会越高啊，5.4万的人了，往下面下滑了3000人。然后他好像加入抢那个福袋好像要关注，然后对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先点个关注，把关注点了以后，抢的几率会更高。明天晚上7点的时候，下午7点的时候，咱们准时开播，从刚开始就一直挂福袋，一直挂福袋。咱们手机100台，冰箱100台，洗衣机100台，iPad 就是那个平板电脑100台，让大家抢的手软。所以明天预约一下，上方明天的这个预约一下直播，咱们明天啊、哦，那更豪横了。对，还有3分钟的时间，还有3分钟的时间，这福袋就会打开了。福袋一打开，参与的人就会有这个得到这个手机的这个几率，所以就这个地方三部手机、三部手机、谢谢，大家都可以参与一下、哎，太吓人了，这5万人了，对啊，不，这关注也上去了，这关注这我们的粉丝都已经突破30万了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现在是30.2万了，对，三十点二万，哎呀，太感谢了，还得是我哥，真的，我哥大气啊，大气。明天比如说啊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先给你们看一下，对，这后面啊，这些哎，对，就明天来直播间啊，这些，因为我哥就是开工厂，已经开了20多年了啊，20多年的工厂，我18年的时候就开始跟着他，对，我18年的时候就开始跟着他。然后明天如果家中有需要护肤品，有需要洗衣液，有需要洗头发的，有需要，反正是护肤品之类的啊，就很多很多。明天晚上7点直播的时候，你来看直播，你家里面需要你就买。家里面不需要就不买，我会以这个工厂直销的方式，就工厂里面，因为我哥开工厂已经20多年了啊，对，开了工厂，很大的一个工厂，所以明天的直播，如果你家里面需要了，你就去买，不需要没事儿。福袋最后还有2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开了啊，还有最后2分钟的时间。对，最后2分钟，3部手机，新疆发货嘛，对不对？西藏、新疆。包邮给你发货。我之前小伙生日的时候过来的时候，是不是那卖的那些香水啊，就是发货，西藏西疆都包邮给你发货。对，点预约啊，就这个地方，对，点预约。哎呀，这太给力了，哥，这太给你，最后1分40秒的时间就可以开福袋了，对，这一定要给大家说一下，这个福袋是官网官方的，抖音官方的啊，不是我们个人的，所以说它是真实发货，你抢到以后只负责填写一下你的地址，新疆、西藏、内蒙都可以发货的啊。对，然后这个是做不了假的，这是官方，不管所有的大主播明星用的都是这样的福袋啊，这是我们要去官方报备的，所以这个不可能掺假的啊，大家一定要点个关注参与一下就行了。对，然后也要给我们点一个直播预约，直播预约，对，直播预约点上那么一点，明天一开播的时候第一时间就像给你打电话一样，直接就给你发消息了，哎，来，对，去直播了，对，是这样的，对，还有四万的人，4万的哥哥姐姐们，对，还没有参与这个福袋的进入这个再参与一下福袋，然后最主要的一点还没有点关注的哥哥姐姐们，云南贵州都发货的啊，云南贵州包括海南都发，然后不花一分钱啊，直接包邮到家的，哇。这个地方点一下预约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这个地方点一下这个关注啊，关注点完以后，明天咱明天见就行了。从开播就开始挂福袋，挂到最后，还有30秒的时间就可以抢福袋了。对，30秒。抢到以后一定要填写地址啊！抢到的人他会提醒，一定要填写地址。对，填写你的地址啊，你收货的地址啊，老板大气，对不对？太大气了，真的，我哥真的大气。张总真的太大气了，然后张总都说了，明天直播。开播送到下播，一直送，手机、洗衣机、冰箱、对，冰箱、手机、iPad 都是很好的，100台的，哇，100台，哇，太给力了，真的，真的好的没人。最后3秒钟的时间开福袋了，对，3、2、1，幸运，看得到，哇，飞。这三个人，对，飞拱，还有对，大家都可以看到谁中奖了，为什么没抢到？这个，这截图给大家看，这个真实的啊，对，真实，这三位真实的，这三位要填写地址，这三位填写地址，要填写地址啊，要填写，你填写地址直接包邮到家，任何人给你打电话付费都是假的啊。不存在收费的，都是对包邮到家的啊，一分钱不要。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抢到了这三位，一分钱不要，要记着，一分钱不要啊，要你钱的都是骗你的啊，一分钱不要，包邮到你家。
还有今天没抢到的，明天还有，明天继续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明天那会更精彩了。明天从开播到下播，直接就挂到下播，不停。好，哎呦，那福袋不停，福袋不停，福袋不停。冰箱的，冰箱那么大，那冰箱很大，洗衣机。冰箱、洗衣机都买回来了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没抢到的，你们先关注，明天还有。对，没抢到的点点关注，把这个地方上方这个小关注给点了，点了关注，明天开播7点来到直播间。就可以了。对，明天洗衣机、冰箱都是很好的啊。对，还有手机就是福袋上面的这个。谢谢啊，谢谢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们，2.7万人，刚刚最高人气是多少来着？6.2万人，刚刚有6.2万人，哇，真的太好！明天福袋不停啊，明天7点准时看梁山，哦，不是看直播。看直播，兴奋了，对，都把我搞得不会了，对，因为我的话，我哥在旁边的话，我非常尊敬我大哥，我就不敢就是去开玩笑，不敢去乱说话，因为我非常尊敬的一个大哥啊，所以就他在我压力挺大，对，他就站在旁边就一直盯着我看，我看着他我就害怕啊，就很尊重我大哥，很尊重我大哥，对，嗯，还没有点关注的哥哥姐姐，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小关注的点了，好不好？把关注点了以后，如果可以，你也想。就是像直播间评论，为什么它前面就会有亲友团三个大字呢？那是在这个地方把黄色的这个点开，加入了以后，花1毛钱加入的话，就有这个粉丝团的名额了。谢谢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一如既往的支持与陪伴，谢谢谢谢，真心感谢，真心感谢。嗯，那大哥的直播昨天进去了，对不对？昨天进去看了吗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那好大哥，真好大哥啊！大漂亮找你了，对不对？那大漂亮他去接，有找下一人找他了。哦，好，哦，那就。我希望这大片呢，我明天直播，好吧，一会儿嘛，我一会儿看一下嘛，看一下，嗯，看一下。谢谢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明天啊，对，没抢到的明天来，明天下午啊7点准时开播，开播以后就从开播送到下播，嗯呐，那么多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没抢到的，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我的直播间，7点的时候锁定我的直播间。感谢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们啊！明天不要搞忘了，明天见，对不对？可以。如果现在困了呀，现在就是觉得就是想睡觉的呀，就可以去休息了，就先也先可以休息了，好吧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嗯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嗯。对，送的不止手机，还有很多。对，冰箱。对，这就是一点心意啊！可能说不可能保证每个人都抢到，就是参与一下。回馈一下粉丝对我们阿古跟小果这么多支持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因为确确实实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，真的是我不知道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感谢大家，去感谢大家，因为你看，不是你们就这么一直捧着。喜欢小果，喜欢阿古，喜欢看作品，喜欢看直播，不是你们这样的话，我们的话就 是也不会就是坐在这个地方，然后跟你们就是这样去直播，对，不是你们的话，我们的话就什么也不是了，就基本上对啊，对，所以的话，这个的话就是真心真意的想要感谢一下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，来自于四面八方、五湖四海的这些粉丝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真的谢谢。所以没有别的方式去感谢你们，所以只能就是微薄之力，对，微薄之力，然后就投靠到我这边大哥，因为我哥的话。他做工厂已经做了20多年了，对啊，工厂那工厂老大了啊，逛一圈都要瘦1-2斤啊，那逛一圈太大了，上次都只逛了一半啊，对，那太大了，所以的话，我能服务好大家的点就是我启动我身边的资源啊，启动我身边的资源，让我哥，那我哥就是开厂的，做化妆品、护肤品的，那我就直接在我哥这边以这个最低的价格啊，厂家直销的价格服务给大家，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就做得很好啊，对对对，所以的话，因为你看我身边还有很多很多的资源，这些资源要用起来，那、啊、你比如说你去啊，对，我们的话就是厂家直销，以厂家的这个价格那带给自己的粉丝，这个我特别开心，你不然你拿到实体里面去的话，那中间商这商那商那商的啊，装修费那算起来的话它就贵了，那你说我搁厂家这么厂里面直接这么一踩，然后我就开始就以这个最低的价格带给自己的粉丝，那不是一件挺好的事吗？对，有需要的买，没需要的不买，对，然后便宜的买，贵的咱不买，对，适合你的买，不适合的不买，对，好吧，一定要不能，我们也不搞什么套路，就是这个冷静的消费，一定要喜欢的需要的咱就购买一下，
知道吧？然后呢，以低的价格给粉丝带来这个回馈。对对对对对，只能做到这一点，对，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去感谢大家，真的感谢你们一路相伴，谢谢你们一路的支持，谢你们，爱你们。下次抢到咱家东西的怎么样呢？还记得不记得啊？对，上次小伙生日的时候抢到我大哥的家的好不好产品？对，不好的退。对，收到货了，好不好？记得对不对？可以。可以，好，对不对？那个香水，你那个香水，这个都是日常价都卖到128的，给大家都19.9块，还给大家运费减，全国包邮，新疆、西藏都包邮。对，知道吧？你们用的好留，用的不好喷了，打开以后还可以退，19.9块照样退给你啊。嗯，对。所以说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，嗯。讲到好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上次在用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觉得不好的话，你就退回来就行。这个钱还要给你退回去、啊，对，钱给你退回去，然后还有运费钱，你直接找那个买打你在哪儿买，谁给你送的，你就联系他，然后联系客服，就有人上门取。退回来的钱有一部分也是我们要贴进去的，有的地方是不要退运费的，退回来都不要运费的。哇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大哥大哥好不好？大哥大不大气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我这大哥大不大气？大气、啊，明天这么一搞啊，太大气了，真的，真的很大气、啊、我都没见过像张总这样的大气，对不对？因为他送明天要送100台冰箱、100台洗衣机、100台手机、100台 iPad， 对，太多了吧？都是大哥送的，都是大哥送的啊，都是大哥送，有洗面奶吗？对不对？明天你们看吧，明天我。7点直播的时候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你们看我们直播，你觉得你家里面需要要用，你就买，对，你觉得价格符合适合你就买，不适合咱就不买。对，咱也不强买强卖，不需要咱也不买。对，所以的话，明天回去以后用得好咱就留下，用得不好退退，运费还有运费险。嗯呐，大哥这真的不愧是，哎，这大哥牛逼的。藏族嘛，就是我们卖9.9块的东西，新疆、西藏都包邮，新疆、西藏的运费达到20多块钱，我们就包邮。任何的新疆、西藏、云南、贵州、海南都包邮，都带运费险。这些很贵的运费。西藏运费都20-30，二十多，二十多。西藏的运费都20多，你买一个香水19.9卖给你，然后还要包邮，那不是搞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的话，那是香水之前是128，那是原价128的，128的。对，上次小伙生日的时候也是以这个，青海也包邮。我想问一下咱家粉丝啊，就那个香水你喷到身上值不值个100-200块钱？是不是国际大牌的香水？这个你们用了你们应该知道。知道吧？不是我们说的，如果说不值100块钱，你都可以退。嗯，对对对对对，都包邮啊，都包邮。大哥就是这么大气啊！明天下午七点的时候，19点的时候，统一，哎，看我们直播，你们看大哥大不大气就完了。他现在只挂的是福袋，明天他搞的是产品他自己产，自己家工厂，你看大哥大不大气就完了。明天好不好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需要你就买，不需要咱就不买，好不好？你觉得价格合适你就买，不需要不买，买了以后回去了你打开用了以后不好用你退就完了。还有运费险，你还有运费险，退回来运费都给你负责。哎呀，这太大气了，这运费都要花很多，太豪横了，退回来的运费都负责。哎呀，这太那太大气了，这把我搞得不好意思了，真的。哥，我这么一搞的话，我会不会把你搞得？你没事，随便搞，真的。对，哎，开心。跟对着，18年就跟着他了，对，嗯，真好。这样，张总不是赚不了钱，而且还倒贴了很多。他开那么大一个厂，他非要在这里赚钱吗？他那么大的厂，明白？是这个点。下播吧，咱。可以出去，咱出去吃点东西。行，吃点啊。那行，那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，还是那句老话，对，没点那个预约的点预约啊，明天7点的时候统一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啊，就看我老板我哥大不大气就完了，然后我们就先下播，我们去那个吃点啥呢？哥，吃点海鲜粥。小郭想吃喝点粥。带小果吃点那个广州的特色。可以，行，顺便把大漂亮接上，赶快去找他。要不要带他去吃？姐姐她说她坐了一天的火车应该很累。给他开个房让他先睡觉。对，行，我们先找到他，先找到他。好，行，那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先这样了啊，咱今天的直播又到此结束了，明天
7点的时候统一锁定我们的直播间，看我大哥好不豪横，大不大气就完事儿了，好吧？今天咱们就先下播了啊！感谢一路陪伴，谢谢你们一路的支持，再见，拜拜！谢谢大家，晚安，早点睡，明天见啊！明天七点的时候见，明天七点的时候见，再见，拜拜。嗯，再见。明天有很多福袋哦。嗯，对。拜拜。再见。